Namaste，大家早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 Vinyasa Flow 是一个在Level Zero 跟 Level One 之间的一个练习，就是你可能稍微对瑜伽有一点了解了，那这样的了解可以帮助你对于今天的训练能够更流畅的进行，它会有很多动作的连结，以及动作的强度会稍微比初学者再高一点点。那我相信呢，你多练习几次就能够抓到这个难度，那应该不是很难。那我们一起来到一个坐姿，我们采取一个盘腿坐，素卡萨那。盘腿坐好了以后呢，你感觉头上好像有一个线把你拉住，马上你的身体就挺直了，脊椎调整一下到一个比较弯腰驼背的一个情况。来，你的手呢可以放在前面，或者是耐心手印、智慧手印，放在你的膝盖两侧。你也可以手打开，面向天空，或者是就是安放在你的膝盖上。我们一起把眼睛闭起来，先调整我们的呼吸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深吸，深吐。在你调整呼吸的时候呢，放慢你的步调，所有跟这块垫子无关的，能量，我们都要请它离开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此时此刻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。深吐，来，接着我们要练习今天的呼吸练习，even breathe or equal breathe，均等的呼吸法。当你吸气的时候，数一二三四，吐气一样也是一二三四，两边的呼吸长度相同，来试试看哦。吸二三四，吐。二三四，吸二三四，吐二三四，来，用自己的速度练习一下，even breathe。在你吸气的时候呢，感觉你的腹部轻轻的鼓胀起来；吐气的时候，感觉你的腹部轻轻的消下去。那这个呼吸是一个属于帮你放松的一个呼吸。当你感觉生活节奏很快、很焦虑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在车子里，在你的办公桌。在任何一个情况下，马上可以进行这个呼吸的练习，或者是你的睡前的时候，睡不着，没有办法放松的时候，都可以把这个呼吸练习拿出来，能够安抚你的情绪。来，我们眼睛慢慢张开，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下巴塞进我们的胸口。哎，感觉可能脖子有点紧，那你可以用你的手帮忙，再把这个脖子的部位呢，稍微轻轻的往下压。后面我们脖子这个部位呢，就是我们菱形肌的部分。菱形肌呢，在如果你是打电脑或者是低头族，常常滑手机。牙医师常常低头工作，帮人家秀眉，这个脖子的部分都是负担非常沉重哦，需要常常这样子拉一拉。来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呢，现在手是在头上的，在吸气的时候慢慢把你的手肘打开。如果你不是这个动作，你没有用手帮忙的话，你也是跟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动作哦，把我们的手肘打开，尽可能的拉成一条直线。这动作在拉我们腋下的这个筋，所以你应该要感觉这个腋下的这个筋呢，
有一个 stretch，那尽可能的把你的肩胛骨夹在一起，手肘拉成直线。在吐气的时候，背稍微弯一下，这一次呢，深度更深，把头稍微压下去，让我们的脊椎稍微弯一下。来吸气，胸口顶出来，手肘打开，胸口往前顶，脊椎跟着送到前面，吐气，弯起来，像是我们坐着的猫式、牛式，对吗？来吸气，胸口往前，手肘打开，吐气，脊椎弯起来，下巴往胸口送。把你的手呢，帮忙你的脖子往下压，再吸气，手肘再打开，我们回到正常的脊椎哦。来吸气，身体呢慢慢的往你的右边，你的左手肘呢指向天空，你的头也可以跟着往上转，或者是你留在前面，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舒服哦。然后你的右手肘呢是指向地面，这是一个 side stretch，所以一样，你的侧面的一个腋下的筋应该是要感觉有一个 stretch 的感觉。来，吐气的时候我们换到另一侧，把你的左手肘往下送，右手肘指向天空，一样，你的脸可以转向天空或是不转，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舒服，要。培养自己对身体的一个敏感度，来，一样，你必须要感觉你的腋下是有一个 stretch 这个动作的强度才是够高了，你的弯度才是对你的自己身体来说是够了。来，吸气，我们回到正常，来，双手 shake it off，往外伸。来，我们手转一转，像是你要转什么？门的门把手，或者是电灯泡，感觉这样子，手腕去转一转，对你的手腕呢，把它放松。如果你常常，有一个常常抓握的动作，这个手腕是很容易很紧，手腕隧道症。那这个动作呢，也是帮助手腕隧道症。来，我们的左手往前送。我们的右手呢，把你的手掌向外，然后把你的手指往你的自己的方向拉，手臂伸直哦，手臂不要弯，你手臂弯你就拉不到这个前面手臂这条筋了，这一样也是一个属于帮助手腕隧道症的一个动作，深吸，深吐，来深吸。深吐，来，我们换另一只手哦。来，你的右手往前推，左手，你的右手的手心向外，然后你的左手呢，帮助你把这个手指往自己的方向拉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。深吐，来，接着呢，我们反方向，手指像是一个郁金香一样，这样子尖尖的，然后另一只手一样向自己的方向拉。那如果你今天的 cue 呢，你左右方向搞不清楚，我们一定是一边做完换另一边，所以你这边没有做，你等一下另一边把它做就是了。如果你的左右方向，你觉得一边听。听着你会搞乱的话，你一次做一遍就对了，下次换另一遍。来，我们换另一边哦。我们的右手往前，手背向外，然后呢，你的左手帮助你把右手的手指拉向我们自己。一样，这也是一个 carpal tunnel 手腕隧道症的一个舒展方式哦。那你可以手指在往内拉的时候，顺便压一下，把它按摩一下你的手指。接着你的左手向前，右手去把它勾住。
把你的左手手背往自己的方向拉，深吸，深吐，一样也是在拉我们肩膀的部分哦。今天有很多的动作，都是属于帮助我们上背部的一个放松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一样，你的手腕可以有时间跟着一起绕一绕，都是很自由的。来，换一边哦，来拉你右侧的这个手臂，用你的左手把你的右侧手臂靠近自己。来，吐气，我们放松。来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吐气，身体往你的右侧旋转。你的左手在你的右膝盖外侧，右手在你的屁股后方，脸往后转。深吸，深吐。那如果这个动作呢，它的强度不够高，你的右手呢，其实可以绕过你整个背后哦，去抓住你左侧的前腿，去加深你这个扭转的一个强度，点击的往后看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来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吐气，身体往你的右侧，左侧扭转，来，那一样呢？你的右手在你的左腿外侧，然后你的左手呢，可以放在你的背后，或者是像我一样，直接绕过我们的背呢，放到我们前面的右腿上，一样连续的跟着肩膀转到后方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来，吸气，双手向上。吐气的时候，手来到垫子上，把你的膝盖 移到我们的后方，来到桌式。来，桌式呢，双手打开与肩同宽，膝盖与你的屁股同宽，你的脊椎呈现直的。那你的身体下面应该要是一个正方形，或是你的身体可能比较长，或者是一个长方形也无妨。来，吸气，右手往前伸，左脚往后踢，鸟式，鸟狗式，bird dog。来，从你的指尖到你的脚跟呢，拉出一条直线。那如果这个姿势对你来说很轻松呢，那你也可以身体稍微转一下，右手去抓住你的左脚尖。这是一个鸟狗式的一个变化啊。来，在做这个姿势的时候，不只是这个你的平衡要抓稳，那还有要记得你要收小腹，深吸，深吐。如果不行，就继续维持这个基本的鸟狗式就可以。来，吐气，手跟膝盖回到垫子上，吸气换另一边，左手向前，右脚往后踢。深吸，深吐，一样，你也可以尝试这个变化式哦。来，身体转一下，左手去抓住你的右脚尖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来，吐气，膝盖跟手来到垫子上，来吸气，右手往天空伸。这个手臂呢，记得是看起来它应该是要拉成一个直线哦。来吐气的时候，往你的腋下，左边的腋下穿过去，穿针引线，thread the needle。来，你的肩膀呢，正在你的垫子上，你的左手可以稍微撑住。如果你觉得你是肩膀碰不到地的话，你的左手可以帮忙稍微撑住。那你也可以。左手呢，指向上方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左手整个向后方打开。你如果想要一个比较深的扭转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来，
我们手臂也可以画圈圈哦。其实你自己在自己私底下的练习的时候，可以加很多很多的变化来，吸气，把自己撑回原来的一个位置，桌式。吐气，调整一下位置啊。来，吸气，左手向天空打开，一样，注意自己有没有拉成一条直线。来，吐气，你的左手往右侧的腋下呢，穿过去，穿针引线，一样手可以撑在垫子上，手往前指，手可以向天空画圈圈，或者是手可以直接打开，看你自己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强度哦，或者是动态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深吸，深吐，来，吐气的时候，双手我们来到垫子上，回到你的桌式，脚点地，来，吸气，我们下犬式，啊，第一个下犬式呢，胸口往下送。如果你的下犬式脚没有办法踩到地，你也可以踮脚，或者是呢，膝盖稍微弯一下，但是不要因为你无法那个矫正直啊，你的背就弯成这样，这样子你就失去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身体压下去，你可以稍微用那个膝盖弯一下来调整你的下犬式。如果你的小腿的那个伸展度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啊，那下犬式它是属于一个倒置的姿势，我们可以让血流往头送。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、低血压真的不舒服的话，你也可以回到一个 Child's Pose，随时给你自己休息。如果你有高低血压的一个情况，这个姿势可能会让你不舒服，因为它会让血流往头部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下犬式呢，你也可以脚踩一踩，把你的脚踝松开，膝盖松开，以及我们的髋骨。它有很多很多的变化，它是属于拉你的小腿的那个部分，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小腿拉筋动作。来，吸气往前看，吐气脚往前踩，前者是。那同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上课的同学呢，你的前者是，我希望你基本上要练到至少可以碰到地哦。如果你真的还碰到地，你也可以膝盖弯一下，在这个动作。那你也可以选择呢，抓住相反侧的手肘，做一个 rag doll 布娃娃式。你自己的一个选择，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直接的前折式。那你在前折式的时候，眼睛看向双腿之间，上半身不用力，头部是自然下垂。你可以摇摇头，点点头，摇摇头，点点头。深吸，深吐，然后邀请自己呢，腹部靠近你的大腿。一样，这也是一个倒置的姿势哦，把血流往头部送。所以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呢，记得可以自己休息。来，吸气，半举，半举这个动作，手指点在地上。深吸，深吐。从你的头部到屁股呢，应该要拉成一个直线。那如果你真的手没有办法点在地上哦，你也可以放在你的小腿上。来，这是一个靠你核心力量哦，对，把身体举起来一个动作。所以基本上你背部的肌肉要有一定的肌力，才有办法做这个姿势哦。来，吐气，再一次的前折，邀请自己折得更深。来，吸气，身体慢慢举起来，胸口挺起来，来到山式塔达萨那。从你的头顶呢到脚跟是一个直线，那所以呢，记得不要弯腰驼背，记得收小腹，把自己的手掌可以向前，调整自己的呼吸。那我们暖身的部分呢，第一阶段的暖身等于就是让你的身体呢稍微有一个关节的，让它准备好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哦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强度会更高。来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吐气前折，
吸气半举，手点在地上，吐气，哎，膝盖弯一下，跳到 high to low plank chaturanga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上课，你的 chaturanga 应该是先来到一个 high plank。那检查一下你的 high plank，身体有没有平了？那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办法这样子拉平的话，那表示这个是你需要练习的一个动作，基本的身体拉平，一步一步来。先把身体拉平了，你再练习接下来以下的动作。那如果你没有做过 push up，这个 chaturanga 它其实就是一个 push up。你可以把膝盖放下，A 身体再做一个小小 push up，然后吸气来到上犬式。如果你有做过 push up，它本来的姿势应该是 high plank，再来 low plank。然后吸气上犬式，把自己推到上犬式。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像，比如说有些人手肘都有一些问题的话，这个姿势可能会是强度过高的一个姿势。那你可以 high plank to low plank 的时候，你就直接腹部放下，然后给你自己一个 baby cobra。baby cobra 就是肚子放在地上哦，就胸口抬高，胸口是面向前方，然后你可以。手臂是不失力的，你只是手微微的撑在地上，所以事实上你还是看靠着你的下背部的一个肌力哦，把你的胸口抬起来。它就是一个强度比较低的。我们刚刚说的三个版本，第一个是原本的从 high plank 到 low plank，等于就是一个 push up。第二个是我们的膝盖放下的版本。第三个就是直接肚子放到地上，然后接 baby cobra。来，慢慢的你会把这些学起来，这其实是 level zero 的东西。但我帮你复习一下，来，我们从 high plank 到 low plank 哦。来，直线拉出来，low plank chaturanga。来，吸气上犬式。哎，上犬式是一个蛮大的 back bend，那它是属于一个下背部的一个 stretch。那首先呢，你如果可以的话，脚并拢，脚夹紧以后，而且它是应该要稍微有点用力，所以你看最标准的，它应该是连大腿都离地哦。那胸口一定要挺起来，很多人胸口沉下来，这样不对。这样子呢，你的手肩膀的部分可能会拉伤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需要用力的姿势。来，用力，胸口抬起来，哎。大腿离地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你大腿就放在地上，没有关系。那胸口一定要挺起来。如果胸口挺起来，手腕下面还有空间的话，那你就是可以试试看，稍微再往前推。当然，很多的同学一开始是达不到这样一个弯度哦。那尽力而为，看你自己能够达到什么弯度，胸口记得挺起来就好了。上犬式，来，吐气，下犬式。好，基本姿势都介绍好了，我们要加快速度喽。哎，吸气往前看，吐气脚往前踩，前折式，摇摇头，点点头。这次加上一些比较 juicy 的，把你的手挥到后面，从背后扣在一起，给你自己一个肩膀的 stretch，shoulder stretch，来。慢慢的花一点时间在这里哦，让你的手臂呢自然的下垂，自然用重力带它到它该去的地方哦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来吸气，身体往上，手指向天空，Arvahasasana 拜日式，吐气前折，吸气半举，手点在地上。吐气，膝盖弯一下，跳到 high to low plank chaturanga，吸气上犬式，深吸，深吐，吐气下犬式，摇摇头，点点头，继续把你的脖子松开，来，吸气往前看，吐气脚往前踩，forward fold。吸气，身体往上举，手指向天空，Arvahasasana，吐气前折。
七七半举，手指点在垫子上，吐气，膝盖弯一下。哎，这一次我要做一个三只脚的一个 chaturanga。吸气上犬式，吐气下犬式，非常好。摇摇头，点点头，来，吸气往前看，吐气脚往前踩，前者是，可以脚摇一摇，有时候那个膝盖很紧的时候，继续把它松开，都是很自由的。来，吸气，身体往上举，手指向天空，吐气往下蹲，你可以手往后挥，跟我一样，或者是你选择其他的手的版本，你可以手在前面。手指向前面，手指向天空，合十，或者是在背后合十，来以示。那以示呢？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都跟各位同学说，这个是一个姿势，你无聊都可以做。吹头发，在洗澡、洗头，在浴室里面很无聊的时候刷牙，那我就会来一个以示啊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不需要空间。你随时都可以做的一个姿势哦。那大臀肌，还有我们的 quadriceps 是我们最大的肌群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代谢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需要的一些废物。所以对于这个最大肌群的一个培养哦，是帮助你新陈代谢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。来，它标准的姿势应该是。大腿应该要平行一点，但其实我是不可以的。来，吸气往上站，吐气前撤。那蹲的那个姿势哦，应该让大家很累。那蹲好蹲满，记得这种动作呢，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时候，不要勉强自己。来，吸气半举，吐气手来到垫子上，海吐露背，查尔让的。吸气上犬式，吐气下犬式。对，吸气右脚踢高，three leg dog，三只脚的狗，从你的脚尖到你的手，要拉出一条直线。吐气膝盖到鼻子一，提高，膝盖到鼻子二，提高，膝盖到鼻子三。提高，来，吐气的时候，右脚抬到双手之间，弓箭步。当你来到弓箭步的时候，后脚指向垫子外侧，前脚呢，脚踝跟你的膝盖要拉成一条直线，这个直线找出来。后脚呢，指向外侧，这个弓箭步，它越宽当然是越累。来，吸气，身体抬起，手指向天空，Warrior One, Virabhadrasana One。这个战士一呢，胸口指向前方。那你的身体呢，把它拉直，那他的下巴一样跟着指向前方，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动作的感觉。来，吐气，手打开，右手指向前方。左手指向后方，把这个平行线拉出来哦。如果你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话，很多同学如果没有看到镜子的时候，往往你对你的身体的那个感知不是很足的时候，你的 alignment 没有办法一次做到定位。那这个你的肌肉会有一个记忆哦，慢慢的你就能够一次拉到一个对的位置。所以每次在初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仔细去校对。你的这个线条有没有拉对？来，吸气，左手放在后腿，右手回过头。那如果一样，这个强度不够高，你可以绕过你的背后，左手去抓前腿。来，脸可以转向天空。一，那一样，这也是一个 side stretch，所以。注意力放在你的侧边，有没有感觉有一个拉到的感觉？哎，吐气，右手向下，前脚伸直，左手指向天空，
Triangle pose，脸跟着转向天空哦。那你的前脚后脚伸直，它应该是一个对齐非常漂亮的一个姿势，三角形，以及你的手臂呈现一个垂直地面的直线。来，吐气，手来到垫子上，Pyramid pose，邀请你自己把肚子靠近你的大腿。深吸，深吐，哎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右脚往后踢，小小 push up，哈伦嘎，吸气向前伸，来，吐气下犬式。刚刚我们那是右半侧哦，同样的训练，我们要再做左半侧。吸气，左脚往上踢，three leg dog，来，直线拉出来。吐气，膝盖到鼻子，五个，一、二、提高，三、四、五，哎，最后一个提高以后，踩到弓箭步，一样，右脚的脚板指向外侧，左脚在前面，把你的90度找出来。那吸气，身体往上抬，手指向天空，Warrior One。展示一，深吸，深吐，身体记得是指向前方，不要翻过去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哎，吐气的时候，Warrior Two, Virabhadrasana Two，指尖，左手的指尖指向前方下巴跟着过去，然后手臂拉直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来，吸气，右手放在后腿，左手挥过头，眼睛看向天空。Peaceful warrior，你也可以一样，手绕过背后，去抓住前腿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。深吐，来，吐气，左手指向前方，左手放在垫子上，右手指向天空，前脚伸，Triangle pose，非常舒服。来，这是一个前面大腿会有一个 stretch 的动作。所以你感觉一下你的前面大腿有没有一个拉筋的感觉？来，吐气，右手也放在垫子上，身体稍微往下压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Pyramid Pose，金字塔式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来，吐气。左脚往后踢，小小 push up，Chaturanga，吸气向犬式，来吐气下犬式，摇摇头，点点头。我现在感觉我脖子已经松了，比起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已经热了。来，这个序列我们要左右来一次，再加快速度。来，吸气往前看，吐气脚往前踩，前折式，邀请自己折身。哎，吸气，身体缓慢往上举，尔巴哈斯塔萨那，拜日式，身体拉直，小腹收好。吐气往下坐，乙式，手可以往后挥。我自己的背部肌肉是比较需要训练哦，所以你也可以感觉你自己最需要训练的是。身体的哪一个部位？我自己是脚并拢。如果你真的脚并不起来，你也可以打开。那一样蹲好蹲满。你如果真的觉得随时累，不要不好意思休息哦。那也是一样，你可以挑战自己蹲低一点，或者是还有踮脚的版本，真的都很累哈。来，深吸，
深吐，最后一个深吸，吐气前者，休息一下，哎，吸气半举，手指点在地上，吐气弯膝盖，跳到 high to low plank chaturanga，吸气上犬式，吐气下犬式。来，吸气，右脚提高，three leg dog，吐气，膝盖到鼻子五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，最后一个，右脚踩到双手之间，左脚记得往外翻出去，吸气，warrior one。来，吐气，Warrior Two，很好，眼睛看向前方。来，吐气，前面脚伸直，右手往下放，左手指向天空。Pyramid Pose，啊，这个是 Triangle Pose，三角式。深吸，深吸。深吐，来，吐气，手来到垫子上，右脚往后踢，Chaturanga，膝盖可以放下哦。来，吸气上犬式，吐气下犬式，啊，换左半边喽。吸气，左脚提高，three leg dog，吐气，膝盖到鼻子一，来，二，三。四、五，那六的时候踩到双手之间。我刚刚发现右半边的，我有一个那个 reverse warrior peaceful warrior 忘记做。那我这次的左半边也把那个动作跳过，两边要平衡。来，吸气 warrior one，自己的那个 lunge 不要跑掉，弓箭步不要跑掉。吐气，Warrior Two。你刚刚没有注意到，如果我是哪一个动作跳过，是这个动作忘了。吐气，左手向下，右手向上，拉出一条直线，三角式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来。吐气，Pyramid Pose。深吸，再吐气，左脚往后，Chaturanga。吸气上犬式，吐气下犬式，非常好。那接着我们要给自己一些考验哦，来一些稍微比较挑战性的 Balance Pose。来，吸气往前开，吐气脚往前踩，forward fold，前者是。来，吸气，身体慢慢往上举，手指向天空，然后你的左脚呢，你可以用手帮忙把它抬成一个竖式。你的竖呢，当然它手都是自由的，你可以指向旁边。你可以在胸口合十，你可以指向天空，竖式的手也是自由的。来，找到你的平衡感了吗？深吸，胸口挺起来，小腹收好。来，我们吐气的时候，右脚往后踢，身体慢慢往前倾。Warrior Three，战士三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如果这个往前指太难，你也可以手合在前面。那尽量就是你把那个后面的这只脚拉平。那如果你真的撑不住，你的手就来到地上，帮忙你撑住那个后脚就好了。它有不同的阶段哦，你可以用手撑着，或者是手。
在胸口合十，或者是手指向前方，来，吐气前者。来，吸气半举，手点在地上，吐气蹲一下，跳到 High Plank。哎，这次我们先不要下去哦。来，吸气，左手翻过来，哎，再 Plank。你如果 这个 Side Plank 你觉得挑战性不够大，你可以左脚往后踢，哎，然后把你的身体整个向天空打开，Wild Thing。做一个 wild thing 的一个 variation，看你自己要选什么。吐气，身体翻回来。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 chaturanga。来，吸气往上，up dog 上犬式。来，吐气下犬式。来，这个系列你觉得有难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扭转，吸气右脚提高，吐气右脚抬到双手之间，吸气 rear one，来吐气的时候身体整个向右侧扭转，这个扭转的角度是非常大的，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后脚呢。必须要脚跟抬起来，才有办法转得过去哦。所以你的手臂跟你的脚，你把它拉在一个平面上，深吸，来吐气的时候，左手向下，右手指向天空。如果这个姿势你觉得你OK 的话，你也可以再加一个那个 wild thing 在这个地方。你自己决定，这很多东西可以玩。来，吐气，双手向下，右脚往后踢，一样 chaturanga。吸气上犬式，来吐气下犬式。我们全部的左半边再一次哦，刚刚是右半边，来吸气往前看，吐气脚往前踩，forward fold。吸气，身体慢慢往上举起来，嘿，竖式，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手呢要怎么摆，把左脚呢放在你的大腿上，你也可以，如果真的撑不住，你的脚趾点在地上，小腿上或者是大腿上，它举的那个高度呢，它的难度会不同。竖式把你的平衡先找到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。来，吐气的时候，左脚慢慢往后踢，身体往前倾，拉出一条直线，Warrior Three，或者是你双手合十在胸前，你也可以手指向后方，Warrior Three，展示三，有很多很多的变化。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来，前者。你这里的前者呢？如果你真的是手可以摸到地上的话，你的手也可以把它塞到你的脚下面，做一个 big toe 的一个版本的前者式。自己呢，可以找到一些跟你身体玩的方式，再吸气半举，身体平平的，吐气，膝盖弯一下，还 plank，然后这边左手指向天空，给你一个 side plank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来，wild thing 也可以哦。不要忘记了，还有这个 wild thing，你可以参考。来，吐气，手回到垫子下的栏杆，吸气上犬式，来吐气下犬式，左脚提高，three leg dog，吐气脚抬到双手之间，弓箭步，
气 Warrior Two，眼睛看向前方，吐气，身体大大的扭转，张开你的手臂，手指也张开哦，哎，脚跟提起来，深吸，深吐。我们每一个扭转式呢，都是在按摩我们的身体两侧的一个内脏、肝脾的一个部位哦，所以也是属于一个排毒的一个姿势。来，吐气，右手向下，左手指向天空。一样这个部分呢，刚刚讲你这边也可以加一个那个 wild thing，如果你要的话。来，吐气，手来到垫子上，脚往后踢，我们膝盖慢慢放下。我们要 landing 了，把自己来到一个 child's pose，调整自己的呼吸。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序列会不会累哦？这是属于一个中阶的，高阶的呢，变化还会再更多。来，吸气，我们身体往前推，找到一个，调整到你的屁股呢，刚好是在你的膝盖正上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然后你的手指呢，尽可能的往前，看你可以伸到多远的地方。然后找到了这些位置以后，你就把胸口放下。你碰到垫子的部分可以是胸口、脸颊或者是下巴，自己找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一个定点哦，把你的身体 settle down。那这个是 puppy pose，它是属于一个拉上背部的一个姿势哦。对你的腋下呢的打开很有帮助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姿势，你觉得强度还不够高，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指折起来，手肘折起来。来，慢慢的吸气，身体抬起来，我们回到一个。腹部在地面上的一个，这个是Sphinx 的一个动作，人面狮身时，那这个 Sphinx，当你准备好了以后，我们要开始 low plank，所以你的脚趾点在地上，我们要做30秒。如果累了，你可以随时休息。来吸气，放式，那一样你的。身体要注意把它拉直，不要屁股往上，屁股太下面的都不是很正确哦。29、28、27、26、25、24、23、22、21、20、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。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来放松，来手放在前面，然后 crocodile pose 鳄鱼式，然后把你的前面手臂当枕头，深吸。深吐，深吸，深吐，深吸，深吐。哎，休息了以后呢，我们要来到一个 locus pose。那吸气的时候，胸口把它抬起来，手往后，然后在你的背后把它扣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慢慢的把你的双脚抬起来，离开你的垫子。我们所有碰到垫子上的只有我们的腹部哦，它是一个做背部训练、肌肉训练的一个姿势。来，一样30秒，累了随时休息。29、28、27、26、
25, 24, 23, 22, 21, 20, 19, 18, 17, 16, 15, 14, 13, 12, 11, 10, 9, 8, 7, 6, 5, 4, 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我们放松一下，来，吸气，把自己推起来。你可以回到 Child's Pose。深吸，深吐。来，吸气，身体慢慢举起来，来到一个跪姿。这个跪姿呢，我们要准备一个骆驼式。你的膝盖与你的屁股同宽，慢慢的把身体往后，先测试一下自己的背部可以来到多弯。诶，如果你真的可以来到一个不错的弯度呢，你就用你的手去试着摸到你的脚跟。如果你真的是摸不到脚跟，你就维持在这个微微弯度的一个姿势。那我其实是觉得去抓住脚跟反而是比较轻松，因为你有东西可以帮你撑住这个重量啊，是比较轻松的。来，吸气回到正常，身体往下坐。你可能稍微会需要往前移动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准备躺下去。这个英雄坐呢？它是一个脚跟在屁股外面，所以它跟我们的那个金刚坐是有点不太一样。来，脚跟在屁股外面，它是一个膝盖部位的一个 stretch。来，英雄坐，把你的脚跟放在外面以后呢，你如果觉得膝盖有点紧的话，是正常的。那如果你常常做这个姿势，膝盖自然就不会那么紧，身体慢慢往下。你如果没有办法整个倒下去，你就用你的手肘帮你撑住。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其实是常常遇到同学是没有办法倒下去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倒下去对你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就整个往下躺，手心可以向上或向地面都没有关系。调整自己的呼吸，深吸，深吐。我们要准备休息了，那一样，所有与电子不相关的事情，我们不再想它。现在身体处于一个放松的姿态，当这种有点拉筋的姿势呢，都要等到你的身体不再抵抗那个 拉筋的感觉，它才是有达到一个拉筋的效果。来，慢慢把你的脚放在你的屁股的下方，看看你的手指可不可以碰到脚跟的部分。来，吸气往上，调试。深吸，深吐。你也可以把手在你的背后扣起来，胸口更可以往上挺哦。深吸，深吐。今天我们调试是安排在一个 landing 的阶段啊，所以强度是比较低的。那强度如果要增加，你在其他的阶段做这个动作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做单脚的。来，这个调试是帮助一样我们那个颈部哦，稍微给它一个 stretch，以及练习我们大臀肌的一个肌力。我们核心部位肌肉的一个动作，来，吐气，慢慢向下，来，脚并在一起，来，稍微的膝盖往左点，膝盖往右点，膝盖往左点，膝盖往右点，
来，接着把脚整个伸直，吸气的时候右脚抱胸，紧紧的把它抱住，下巴是碰的膝盖，深吸，深吐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把你的右脚往左边送，右手往右边打开，脸转向右方。Final twist。没有肌肉要用力哦，所以请你把全身的肌肉呢都交给地板和你的垫子。深吸，深吐。来，接着把你的右脚往下送，换你的左脚，抱胸。吸气的时候，下巴去碰你的膝盖，好好给自己一个拥抱，做得很棒，给自己一点鼓励。吐气的时候，把你的左脚往右侧送，左手往左侧打开，脸转向左方。深吸，深吐，一样没有肌肉要用力哦。如果你的膝盖碰不到地板的话，也是很正常。那你可以用一个小枕头、小垫子，或者是你的瑜伽砖，把它垫在膝盖下面。那有时候你去调整一下你屁股的位置，你就转过去了。这个 spinal twist，脊椎的扭转呢，是我们活化我们椎间盘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。它可以帮助你的脊椎回春，重新找回那个脊椎的灵活度。那所以呢，在我们每次练习完瑜伽呢，又动了这些每一个细微的关节，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。深吸，深吐，来吸气，两只膝盖都送到胸口，紧紧的抱住自己，你的背滚一滚，按摩我们背后的这些经脉，下巴送到你的膝盖，这样子它 能够把那个滚的力量更集中一点。来，吐气，双腿向下，手打开，面向天空。找到一个你觉得自己舒服的姿势哦，然后呢，找到了以后就眼睛闭起来。你在这边来到Shavasana 大休息室，眼睛闭上了以后呢，就什么都不想，先调节你的呼吸，深吸，深吐。放松你的额头、下巴、全身的肌肉，感觉自己深深的沉入这个点子里。你可以继续保留在这个姿势，慢慢的享受这个宁静的时光。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Namaste.